因为将韩式美男面孔又是唱歌、演戏及主持等多方位发展的全能艺人唐禹哲，4月14日在台北举办了自己在那神圣与爱的国度写真书的首次签书会。写真书才上市不到一个月，就已经有3万本销量的好成绩。签书会现场自然也聚集了众多粉丝，他们将被唐禹哲的祝福锁在新型便利贴上，更送来各种亲手制作的礼物，让唐禹哲感动不已，也为吸引粉丝亲手戴上自己旅行带回来的特色围巾。2011年一直在台湾和内地拍戏的唐禹哲笑称，已经有一年没跟粉丝们见面，这次与粉丝近距离接触，更收到粉丝独具匠心的礼物，自己也很开心。而他更透露出自己曾经收到过的粉丝最独特的礼物，竟然是情趣内衣，让自己害羞到完全不敢穿。因为很多都很正常，可是情趣一点的就是比较特别的，比如说也有人送过我，好像女生的性感的那种内睡衣啊，或者是。也有收过男生的那种丁字裤啊，比如说正前方是动物的头，然后一些比如说大象啊，就是类似那种象鼻子一个袋子这样，我觉得那真的蛮害羞的。就只有这次的写真书虽然已经在热卖中，唐禹哲却仍许下诺言自己销量，直言如果可以卖到5万本，自己就会在年底发行的新专辑中大放裸上半身上阵，让粉丝一饱眼福。好，如果5万本的话，年底的专辑尺度就直接大一点，上半身可以啊，就让我如果真的5万本的话，我就拼了，好不好？这几个月拍戏的过程，我就是疯狂的健身，年底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好，